什么想对我就指导的您哪方面说一说，我特别喜欢您，您真的发自内心。这位就是一个持剑少年，然后一针一击，然后你就是高潮迭起的感觉，你也不是 rapper， 也不是什么 rocker， 对。哎，我有 rap 的段子，您想听，我可以给您讲一个小时。我喜欢您，那时候我看您的电影，学的人生第一句粤语。就是雷黑我给带楼发疯，又有时候我觉得对天对地对对对可以结合三方面在一个算计，我不用解释这个词性了，就是他就是哎呦实在是，你平时演出是不是都是 underground， 有时候在地上活动，真的很好，你神经病风格。我以前只看过傅航的这个辅助，为什么来这个节目，就是因为我身体越来越老，我讲不了啊，现在跟不上。